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OK， 很棒哦，下一组到我们了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用 QR code 扫 menu， 然后在柜台点餐。这个是柜台跟他吧台的样子，然后这边是他用餐的环境，整个感觉很棒哦，也很干净，然后有一点美式风格。OK， 这个是我们今天三个人点的餐，这一个 set 就是我点的，因为他说拉萨要加3块钱。然后这第二个人点的，就是第三个人点的，总共69元。OK， 我们的饮料来了，这是他的咖啡，然后这个是 tea， 然后又给一张杯子，好可爱哦。这瓶子可以带走吗？是 ice lemon tea。OK， 我刚问店员，这个瓶子是可以带走的，你喝完可以带走留纪念。撒了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首先第一道是我点的，这个是拉萨 prawn 拉萨，它里面有蛮多只虾的，然后它拉萨要再加3块钱，所以会比其他的 pasta 还要来得贵。上面有一点点的木树芽当，就是装饰蔬菜。然后我觉得跟整个意大利面比起来，拉萨比较不会冲突，也不会有特殊的菜味。对，然后整个意大利面是蛮湿润湿润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虾子。这虾子我刚刚吃了，蛮 Q 弹的，还蛮好吃的，所以这道料理会给9分，给大家参考咯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我朋友点的 bacon pasta， 然后它上面有撒一些就是芝麻叶做佐料配菜，然后看起来白色跟绿色的搭配，还有就是 bacon 本身红色，这样很好看。然后吃起来呢是有点奶油奶油香，然后我朋友本身是给5分啦，然后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蛮不错，我会给到7分哦，给大家参考。OK， 接下来这个是牛肉肉酱 pasta beef pasta， 它本身的酱蛮湿润湿润，很好吃。然后意大利面加这个牛肉酱，它牛肉是有颗粒的，是有嚼劲。然后上面因为它有加红色跟绿色的芝麻叶，所以这样子搭配的颜色也蛮好的。就是还有意大利面它本身是橘色，所以它是红色绿色橘色的搭配，所以感觉色香味蛮俱全。然后这样子收10块，我觉得不贵。然后这个我本身打分数，我也给8.5分。对，那就给大家做参考喽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是 Pandan Pancake， 上面那一球呢是椰子口味的 ice cream 冰淇淋，那旁边这一杯酱是枫糖浆，它本身酱子搭配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然后 Pandan 本身在新加坡是一个蛮知名蛮常用在甜点的料理上面，然后可以用在蛋糕，然后这边用在就是松饼上面。
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这样的口感。然后它当过枫糖浆还蛮滋润滋润的感觉，然后枫糖浆本身不会太甜。然后这个 pancake 它本身你从侧面看，它其实空气感蛮有的，所以吃起来有点蓬松蓬松、松软松软的感觉。然后就加上冰冰的椰子的冰淇淋，所以它有点冷热的冲突感，还蛮好吃的。那我本身给这个的成绩会到8.5分。给大家参考咯，不过我朋友是给5分啦，不过还是给大家参考看看，因为每个人喜好就不一样嘛，然后大家接受程度也不一样，5分、哦、给大家参考咯。帮我转一下盘子，我要拍切口，那切口难看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是 waffle ice cream， 然后我跟朋友选不一样的 ice cream， 一个是草莓，一个是巧克力。那草莓上面我这个旁边选的是枫糖浆，对，然后巧克力选的是 caramel sauce， 所以挤起来的酱料会不一样。那 waffle 这次我们的餐点等得非常非常的久，然后我有点觉得不能接受的是它只给1/2的量，然后这样子收10块钱，所以比新加坡连锁品牌 A&W 那种松饼冰淇淋，那它的冰淇淋是只有 vanilla ice cream 的选择，它的价钱这样子差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跟他建议一下，他松饼可以用整个，不要用只要1/2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搭配那个 caramel 觉得还蛮不错的啦。然后它的 waffle 本身空气感很够，然后有一点椰子香、蛋香，然后跟奶油香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它上面有一点点糖霜，可是这糖霜又不会太甜。然后它冰淇淋是巧克力的部分有一点点偏苦，不是太甜的巧克力。然后草莓的冰淇淋呢有点甜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那这两份餐点呢，我个人会给8.5分，给大家做参考咯。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的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